将会二胎是女儿，在洋河医院秘密产女，费玉清紧急从北京返回香港。台媒曝出真相，网友：费玉清真给力。大家应该都清楚，六十四岁的费玉清在去年就已经封麦了。离开舞台时的他已经六十四岁了。他出道到如今已经将近四十五年，很多粉丝都对他有太多的不舍。 但终归这一步还是要走出来的。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的时候，小哥费玉清是泪洒全场。六月一十七号有媒体报道关于小哥的最新消息，离开舞台的他依旧生活的比较好，他也很享受当下的生活。但据他的好友透露，他却一直是一个人。不过小哥虽然一直是一个人，但也过得很不错。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特别的丰富。据他的好友爆料，小哥费玉清早就决定终身不娶，只是希望自己将来去世后可以埋在江蕙的墓旁。好友表示，费玉清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人，他希望自己的感情生活可以维持着独一无二的模样。他不喜欢在自己最后的阶段去寻找另一半，太过的麻烦。 其实提到小哥以前的两段感情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段过去时代。但小哥在与千惠之间的爱的感情破裂之后，就已经没有再找另一半的打算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的想法就得到了改变。小哥在第一段感情破裂之后，就开始了第二段感情。虽然小哥自己表示汉江惠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深刻，达不到夫妻的程度。 但江蕙却一直很喜欢费玉清，并在公众面前公开示爱。虽然现在的费玉清已经退出了歌坛，但生活中依旧有江蕙。费玉清表示自己和江蕙一直是知心朋友，但他对江蕙的感情却比较特殊。据他的好友透露，费玉清曾将自己的后辈表示交代了自己的后事。 希望自己死后可以埋在江会坟墓的旁边。